咱们这些先要给它泡一下水是吗？对对对，要给它洗一遍，泡个水。把香料用水浸泡20分钟，不但能洗掉灰尘，去除异味，还能更好释放调味料本身的滋味。不过这还没完，想要彻底激发香味，还有一个环节必不可少。小六，小六，哎，直接到了啊，直接来，不能那么高哎，哈哈哈，高因为它也会溅起来，对对对，哦，安全第一啊。一下去啊，那个香料的味道来了吧，来了，好香啊，嗯，还真的是要炒一下啊，它立马把它香味激发出来了，必须要把这个炒一下哦。在热油的激发下，调味料的复合型香气被彻底释放，趁着锅热赶紧加水，把所有的香味锁在汤汁中。詹大哥又亮出了一样意想不到的食材，这手里拿的这个是什么？哎，你摸摸看，一粒一粒的，嘿嘿，像不像米啊？是米啊，这叫红漆米啊，哎，是能够增加它的红润的颜色，颜色对吧？哎，对，但是又是纯天然的。如果是在家里面你不会炒糖色的话啊，那你就加这个就。东西还没完呢，还看我的，好，总有惊喜。这道菜还有一个最后灵魂的动作，还没完成。哎，要给它来一点灵魂之水啊！哦，还有没有？嘿嘿，烧起来了吧？哇哇，你看听着啪啪响，哇，这个肉更香。将高度白酒点燃，升腾起的火焰，让整个牛脖骨噼啪作响。表层迅速发生美拉德反应，形成一层焦脆的外壳，让鲜香十足的牛脖骨又增添了一丝恰到好处的焦香。